现在这一个时代呀，每一个家庭都会安装一台水机，有干净的水当然很好，但是啊，如果今天有功能性好水嘞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推荐这一台融合了韩国以及美国的科技于一体的爱康 BioPure 海卓米水机。有了海卓米，你可以轻松地把家里的自来水升级为具保健功效的富氢 RO 水哦。今天我就特别邀请到爱康的 BioPure 助理副总裁 Mr. Hao 为大家指点迷津。大家好，我是 Mr. Hao。 富氢水呢，其实是含高浓度氢分子的水，氢其实是很 smart 的抗氧化剂，它可选择性的清除和攻击体内健康细胞和 DNA， 并导致疾病和衰老的坏自由基，从而发挥抗氧、抗老、抗炎、抗敏等作用。早在100多年前，就有传说中在法国的 Lourdes 神奇水和德国的 Nordenau 长寿水，这些都是因为它们的水里面的氢分子含量非常的高，而且对多种慢性疾病都提供了疗效。而2007年啊，日本医科大学就率先发表了关于氢气在抗氧化治疗方面的研究，而随后更启发了超过1600项的后续研究，对吧？是的，这些研究证实氢能加速修复细胞，促进新陈代谢，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，协助身体预防和改善超过170多种疾病，包括关节炎、风湿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皮肤过敏，甚至与癌症等等与发炎有关的病症。那么富氢水啊，它对我们健康那么的好，可是如果我们用自来水或者是不干净的水来制氢，那我们制造出来的富氢水不就是不纯净的咯？爱康 BioPure 海卓米应用了美国 NASA 宇航局的滤水科技逆渗透 RO 科技来自富氢水。由于太空舱不能携带太多的液体，因此太空人是通过 RO 科技把废水包括尿液转化为可饮用的纯净水，可想而知啊，海卓米的水有多纯净。海卓米的 RO 科技是采用5阶段的滤芯，其过滤精细度达到0.0001微米，一根头发的直径再小多500千次，所以我们的 RO 科技是能滤除一切的细菌、病毒、微生物、重金属等等，所以使用纯净的 RO 水来制氢，此过程是不会产生任何化学反应物，如臭氧或沥气，而影响水质和口感，这一点啊，你们要纳入考量。根据国际氢医学标准委员会 IHSA 的标准，只有高达500 ppb 以上的氢浓度才可对我们人体发挥效用，而爱康 BioPure 海卓米就达到了超越900 ppb 以上，远远超越此标准。日本奇异大学的研究数据也指出，只要富氢水的浓度达500 ppb， 就可获得以上蔬果的相等抗氧化值。那么如果我们每天喝下8杯富氢水的话，那就有哇688颗苹果的抗氧化值哦。我必须强调 BioPure 海卓蜜是瞬时制氢，即按即有，相比较其他市场上的清水机，我们则需要把水倒进去，然后稍等几分钟，它的氢浓度才能达标。而海卓蜜设计简约，但关键是功能齐全，富氢水、纯净水、热水、温水，一台机满足全家人的需求。以智能旋钮操作， LED 显示灯，还有儿童锁，十分安全。EcoMood 能根据室内光线度自动开关水机，以及制水断电的设置，节能又安心。 BioPure 在滤水科技领域拥有超过25年的经验，其产品销售遍布全球，更成为超过300万用户备受信赖的选择。那 Mr. Hao， 赶快给我来一杯 BioPure 海卓米富氢 RO 水吧。来，我敬你。